渐慢的话，我们收尾就要一起收，不要太短。所以你要把它声音踢到最后，再慢慢再放下来。然后呢，第二次小回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可惜。好，那原则上呢，就是记得那个长音如果可以再拉干净，换弦再干净一点，就会让你更好听。好，好，哎，不错。好了，那直接拉第三小步。自己练习呼吸开始。